我是陈飞宇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你刚刚在新疆拍戏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这个戏拍得很辛苦，但是飞宇完成得很好，我们也期待他的作品。叫什么名字？江夜。好，江夜，欢迎陈飞宇。刚才打篮球那位请起立。这也挺有意思的啊！我那帮球友就个子小，但是都是很能打的。摧毁了少年的篮球梦，全场人都信了。这些长得好看的男孩都是怪人。我也觉得我很奇怪。所以这一组呢，就江游、飞宇和杰球你们两个要商量一下，因为你们拥有反选权。我们是要去一组是吗？你也想跟飞宇拆开吗？你们要决定去同一组。好，确定了，来，请宣布你们的选择。我们决定去何老师组。耶！我知道他们的犹豫，他们想来我组，可我组还有海涛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组。我想请你邀请台上的新朋友来重温一下小美好的那个情境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呢，我想邀请你跟飞宇一起来。好，那个你们俩飞宇的脸飞就红了。好，来，你会不会找一个比我高、比我瘦、比我聪明、比我漂亮、比我懂事的女孩子？你觉得在我心里还能容下另一个比你聪明、比你高、比你瘦、比你白、比你懂事的女孩吗？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。哇，年轻人的世界真美好。首先是陈飞宇的投篮时间，准备。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不要紧张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掌声给他。耶！这好帅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好。好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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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刚才要扔你之前，他跟你说什么？还可，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确认过了，确认过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剑血如红尘。Go! 以为会有多多。
哭了。手牵手，牵手。不三不四不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背对背，背对背拥抱。看远方的星。文天，我在哪里？哈？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心情，听心情。